还记得失去时代吗？20年前，还是个毛头小子的我闯进这个游戏，被深深吸引住。那时我们熬夜通宵，只为了抓一只宠物。那时我们可以一周不吃早餐，只为了购买莱吉卡。今天我们几个老玩家找到这款失去手游，既有2.5版本的 PK 模式，又有高版本的游戏内容，尊重游戏设定，还原复古画风，没有太多氪金点，放置挂机也能玩。兄弟们，如果你和我一样想找回当年的感觉，赶快下载吧。